中国丝路巨龙呢，保存了六节关联在一起的颈椎，保守的估计它呢，它的长度应该在20米以上，可能更长一点。那么新疆哈密巨龙呢，它保存了七节关联在一起的尾椎，我们推测它呢，它的长度应该在17米左右，这也是保守的估计。这两类大型的恐龙呢，是我们新疆地区首次发现的多孔中椎龙类这一类恐龙。